厝计想办法弥补你。你弥补我方式，就是跟谁在离的哦？是啊，迄拢伊家己在想的，我根本都无兴趣。伊要是用心做，就是得稳定陪你来啊。还是讲你敢得爱选一间？这间是李文珍当年看推荐的。刘真呀，武真，又他来家。刘真呀，你迄天是不是带真普去跟 Carol 约会？是耍的啊，王金来为了办案。我有在运动呢，就算讲你超过100公斤，我嘛也还起来啊。哎，你即马认为我超过100公斤？妈，怎讲啦？你未生在运动这边看？知嘞，哎呦，心中一疼。我有迄种自在。嘿，你是乌白讲啥哈？我查到哪有可能有迄种自在？你乌白讲嘞。你叫我。你袂听我讲，真的还是假？从来不是这句话。你放心，我的心无永远甲伊做伙。你是我上爱妈妈，别紧张。你这么幼小查囡。爹妈的身躯边哦，我袂紧张啦。小朋友是真嘛，我来当过料理。Surprise！ 恭喜你，梦想成真了。刘佳呀！会记乎你带在阮的巴肚底，上该欢喜是你的老爸，会记将你抱在胸前过三更，如今比我搁较美丽，不知是我乎你生命。也是为你改变咱的一切，一个家是咱快乐的天家地。慢慢慢慢大汉的年岁，无忧无愁的时代已经过，依然像会双手帮你。欢喜喜看你要出嫁，慢慢慢慢有你家己的，悲欢离合总是爱行过。是别人的宝贝，我只有送你幸福作伴。